很长的桌子，两旁啊都坐了人，刚好他们在吃饭。结果呢，通通坐定之后啊，桌上有很多菜，很多菜，拿的筷子啊都是一公尺长，很长的筷子。结果一喊开动，所有的人拿起筷子啊夹起来，拼命要往自己的嘴巴送。结果看到啊，这些筷子都在打架，菜还没夹起来都掉地上。所有的人呢，不只是这个筷子打架，眼睛也在打架，很凶，不断的怒视对方，但是还是夹不起来。结果这个人一看啊，非常的凄惨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算了，我要看天堂，不看地狱了。”结果到了天堂之后啊，赫然发现桌子还是那张禅桌子，两旁呢还是各坐了一排人，筷子还是一公尺长，他就觉得很纳闷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突然说开动，所有的人啊菜夹起来之后呢，就往对方的嘴巴里送，哎呦，来吃一口。有一个人很幸运，一下子呢三四个人的筷子都到他的嘴巴里来，差点就噎着了。所以你看，天堂跟地狱怎么样，就在这一念。当你念念为对方啊，我为人人，人人就为我，那个整个人啊就非常的和谐，非常和谐。那刚好呢，我有一次啊到这个乡下去演讲，乡下去演讲，那场演讲也非常有意思，因为是在海南的乡下，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啊，他的镇长在旁边，我讲完一句呢，他就翻译一句，因为很多人听不懂普通话，要听海南话，就这样翻译。结果那一堂课讲完之后啊，刚好我在过程呢也提了这个天堂的故事。那晚餐呢，他们在招待我们，结果这个镇长跟副镇长就拼命往我们的碗里面夹菜。好，我们这个李老师就说：“我们来到天堂了。”所以人与人之间会有很多美丽的诗篇啊，完全在我们的存心，我们自己的存心。所以呢，夫妇关系啊，如何从地狱爬到天堂，也在我们的一念之间，一念之间。而这个夫妇关系啊，我们说的无量功德，当我们啊为社会培养出一个范仲淹，为社会啊培养出一个肯奉献为佛法为众生的人，那你这个功德啊没有办法计算，没有办法计算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啊正视我们这个家庭责任和这个价值，你在做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很踏实。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出来做事啊，真有什么对社会的贡献啊，说实实在在的话，谁的功劳最大？就是父母的功劳最大。所以佛祖说的，一人得道啊，九祖升天，因为啊，这一些九祖都有教育这个孩子的很大的功德。那我们接着呢往下看，这个第四轮叫长幼有序。长幼有序，这个昨天呢我们李老师有提到啊，兄弟之间的相处，兄弟之间相处，其中第一句弟子规的经文有提到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就是要兄友弟恭，兄弟睦啊，孝在中。所以一个为人父母啊，最牵挂的事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孩子。只要他的孩子啊，都互相友爱啊，互相帮忙，那父母的内心啊，会非常安慰。所以我们为人子女啊，
一定要兄弟姐妹关系处好，让父母啊不会担忧。有一句偈啊，就是专门呢提到了这个兄弟之间的相处。这一句偈啊是这样讲，好，诸位同修要专心一点，要看我这边。我们的定啊，戒定慧的定，时时刻刻在练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。好，我们的戒定慧是时时刻刻都在修学。好，所以这一首诗就提到了同气连枝，各自荣啊。这个兄弟姐妹啊，就好像同一个树啊出来的树枝，各自荣。歇歇言语，莫伤情。就是兄弟之间的言语啊，要能忍得下来，不要常常啊言语太冲，会伤了这个兄弟之情。同气连枝各自荣，歇歇言语莫伤情，一回相见一回老。你看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每一次呢，可能忙了就是三个月六个月聚一起啊，一看，哎呀，你白头发又多了。而跟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，就是兄弟姐妹。所以一回相见一回老，人得几时为弟兄？兄弟相处忍便安。只要能忍得住言语啊，忍得住这种财富的争夺，兄弟相处忍便安，莫因毫末起争端。不要因为一些枝枝末末啊发生冲突。好，眼前生子又兄弟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兄弟之姐妹之间啊，自己又有自己的小孩啦，又生了下一代啦，所以我们啊要留与儿孙做样看。我们自己要留好的兄友弟恭啊，给谁看啊？给下一代的孩子看啊。所以我有一个结拜大哥啊，他很孝顺，他的母亲啊刚好住在台中联社旁边，所以也常常去念佛。那他母亲啊2年前啊往生了，那我啊就去他们家啊给他母亲啊礼拜。那刚好呢，他的孩子还有他兄弟姐妹的孩子都到了。我一看啊，很少看到一个家族的这个下一代啊这么齐，都眉清目秀，都很懂事。刚好有一天我跟他通电话，我就跟他说啊，我说一个人啊真正在孝顺父母的时候啊，那是最踏实最自在最快乐的时候。他听完之后呢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43岁啊才体会到这一点，你才31岁啊，他刚好大我一轮，都是属牛的，就能体会得到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因为啊我们有好老师教导，才懂得啊人生应该去珍惜孝顺父母的机会。那我结拜大哥接着讲，他说他从年轻啊就下了一个决定，他说啊要多花时间陪自己的母亲，少去应酬。很多人呢就会说不去应酬啊不行，因为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，其实都是骗人的。为什么呢？当你啊这个朋友啊就是每一天要跟你缠在一起才醒的时候，这种朋友要不要交？那是酒肉朋友啊。当你告诉他说我要去孝顺我父母，我要回去陪我儿子读书，真正好的朋友马上怎么样？好啊，做人的根本，你赶快回去。所以古代人说君子之交，这个淡中有真味啊。为什么要淡？因为啊君子相交非常清楚，一个人有很多本分要去尽心尽力啊，他绝对不会跟你每天腻在一起的。所以当他
有这种态度之后啊，他就。